绿色机场，环保心思。你带 crew 出嚟拍嘢啊？嗯，你又喺度嘅？同个培训内容有冇关嘅？嗯，我想影低机场嘅环保设施，介绍俾新同事。今次到我考下你啦，你知唔知道客运大楼采用咗多项嘅绿色设计？在過去幾年，我哋仲將大樓嘅超過100,000盞燈換成 LED 燈，慳唔少電㗎。係啊，中長客運大樓採用咗高性能嘅玻璃幕牆，減低傳熱。仲有向北嘅天窗咧，可以等啲自然光滲入嚟，又唔會令到室內太熱。嗱，仲有花槽同綠化牆呢啲綠色設施，記得去影埋啊！會啊，我哋一陣間咧都會停機坪影埋啲電動車。禁區內行走嘅房車，2017年就會轉曬電動車噶啦。我哋喺禁區入邊安裝咗250個充電器，鼓勵同業多啲用電動車，降低廢氣排放。就連飛機，我哋都要求佢哋停機適時轉用固定嘅地面供電，改善空氣質素。知啦，仲講夠鐘行啦，唔趕住啦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香港國際機場持續實踐環保及可持續發展概念。在2015年，機場將每一個工作單位的碳強度由2008年的水平減少25.6%。在未來5年，機場各業務夥伴將會繼續攜手，將碳強度進一步降低10%。